认识三季已经将近两年，我来三季的目的是为了我的脚不大灵活，跟我的手臂不大灵活，还有眼睛。所以呢，我来到三季遇到了王医生，细心的照顾，为我针灸。再者，我就有进步了。而且呢，在三季呢，我们这些建国人士就是免费的，还有医药也是免费的。那么呢，有三季的存在呢，就给那些穷苦人民、低收入的家庭有很大很大的方便，变成他们的医药也是会降低，没有这么高。那么在此呢，我是要谢谢上帝，就希望四位人士能多出点力，捐多的善款给上帝，使一些上帝的呢那些老人家得到更加好的照顾。就是上帝加油，上帝是我的家，我要加油，上帝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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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